叔，你今晚教我画什么？叔叔，好了。灵儿，叔叔今天教你画梅花。好。叔叔，你画的梅花怎么是红颜色的呢？叔叔，你画的可真好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就这两下子，要是遇上山贼，脑袋早搬家了。继续。谁呀？师姐，是我，小来。哦，进来吧。师姐，老爷出门前特意嘱咐过，今天是7月15，盂兰盆节，是祭奠亲人的日子，这些香火纸钱都是转给你的。师父的人真好，真的很谢谢，谢谢他了。飞燕，哎，你要出去啊？有事吗？哦，好漂亮的河灯啊，是不是为沈伯父炸的？嗯，我要去河边，去祭拜我爹爹。哦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算了，你要有事就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去。哦。哎，飞燕，我，哎呀，少爷，你怎么跟着去啊？哎呀，你看我扎得这么丑，怎么拿得出手啊？哎呦，少爷，师姐在乎的不是你的河灯，是你的心啊，是吗？赶紧去追啊！可是他说，他想一个人去啊。你要不好意思开口，我替你开口。哎，玉。哎，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到镖局，自然是脱镖了。啊，那您里边请。哎，我问你，刚刚这位姑娘是干什么的？啊，那是我师姐，她可是京城唯一的女镖师。哦，您请。客官里面请。请问，您要脱什么镖？
在下是通州府刘家的总管，姓杜。我们东家最近因为生意的事经常外出，我们想请位女镖师来给我们内宅护院。据我所知，贵镖局正好有个女镖师。您放心吧，由我师姐出马，保您家宅平安。没规矩，要你多嘴。您非要女镖师是吗？我们天下镖局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手，这次是保内宅内眷，就只要女镖师。杜总管，我们的确是有位女镖师刚入行不久，而且家里又有些变故，能不能接这趟镖，我们还得再斟酌一下。少镖头，我们刘家在通州是世家大户，一向宽厚待人，贵号的女镖师若到我府，我们必会以礼相待，并且镖银从优。这是定金。哇，100两。这是女儿为您扎的河灯，好看吗？爹，女儿现在可乖了，连师傅都夸我呢。以前我没少惹您生气，现在女儿不胡闹了，懂事了，再也不会惹您生气了。爹，你不要这么狠心把女儿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好吗？女儿现在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这样，我心里就越难受，总感觉是在别人家吃白饭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一片好心，是在可怜我。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他们的可怜。还有那个小王，他对我忽冷忽热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家，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呀？谁？死者长一品，生者长七品。谁呀？出来说话。阴阳相隔，何等飘不到地府？你的话，你爹爹怎么会听到呢？跟了我一路吧，偷听女孩子说心事，你也不嫌害臊？厄运临头，你还不知道？哼，少唬人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今晚回到镖局，会有一个姓刘的人家托你去护院，但是这趟镖千万接不得，否则必将万劫不复。胡说八道！你怎么知道？神鬼有灵。冤魂有知。冤魂是吧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哪路的冤魂。
毁殊途，阴阳有道。记住，吉凶祸福只在你一念之间。你别走，把话说清楚。没鸟。我想，这镖银还是给人家退回去吧。什么？退回去？少爷，人家的定金可就是100两啊，那镖银可就是1000两啊。少爷，这刘家可是通州的大商户，将来护镖的活肯定少不了，咱们不能断了这条线呐。断了就断了吧，你也不想想飞燕现在多可怜。她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大小姐，从来没吃过苦受过罪，沈伯父就这样走了，扔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怎么受得了？这段日子不想让她再担事儿了。我没事。师姐，你回来了。飞燕，这趟镖我接定了。哎呀，你别急着答应嘛。我到镖局已经3个月了，我总得给镖局做点事儿吧。你别太勉强自己了，要是你真的没有心情，我还是把这趟镖推了。我没事儿的，不就是一个通州大宅门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不让我接，我就非得接。你说谁不让你接？没谁。我的意思是，这趟镖我都接不了，那我就别干了。哎，师父不是经常说吗？铁不打不成金刚，这趟镖我就去历练历练。可是我还是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在京城里女镖师我还是头一份呢。好好好，别说我没劝你。这样吧，你带着小来一起去，万一有什么事你可以跟他商量，要是出了什么娄子，他可以替你兜着。有什么万一啊？我还没出镖呢你就说丧气话。就是啊，少爷，你盼我们点好行不行啊？要你多嘴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早我还要赶路呢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哎，好好照顾师姐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。少爷要是不放心可以跟着去啊。哼，我要能去早就去了。我走了，镖局的事谁来管啊？哎，要记住了，万一遇上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立刻飞鸽传书回来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来了来了，好好好，大家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，来的人呐，都有份儿啊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。来来来，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。谢谢你，给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，给给给，啊！你这是大恩大德，好人有好报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！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！好好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多谢姑娘出手相救，不知尊姓大名，刘某定要好好答谢。答谢就不用了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哦，请问姑娘是？啊，我叫沈飞燕，是天下镖局的镖师，受聘来你们家护院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师弟小来。拜见刘员外。原来是沈姑娘，果然身手不凡呐。看来我们家是请对人了。来来来，二位镖师快快请进，请请请。好啊，请请请。师姐，我看这宅子有年头了。啊，已经快上百年了。这座宅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业，算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。刘员外，听杜总管说您是做大买卖的，那您经常要外出做事吗？是啊。哦，可能老杜没跟你们说清楚，最近这宅子里不太安宁。不安宁？是啊，我家老太太担心这宅子里在闹鬼。啊，闹鬼？您怎么早说啊？不过我不信有鬼，为了让我家老太太安心，所以我才请了二位镖师前来护院。
两位请进。大鹏啊，是不是有客人来了？是的，母亲。这位是天下镖局的沈姑娘和小来镖师。哦，老夫人您好。哦，对了，母亲，刚才在大门口匾额突然就掉下来了，若不是这位沈姑娘出手相救，恐怕那块匾就砸到我头上了。沈姑娘刚来就成了我们的恩人，大鹏啊，可要好好答谢才是啊。是的，母亲。哎呀，沈姑娘长得真俊俏，我听老杜说你父亲是朝廷命官。家父前不久已经过世了。哦，哎呀，沈姑娘不要太伤心了，这都是命，你到我们家这儿来就是缘分啊，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老杜啊，吩咐后厨今天的晚宴要丰盛一点儿，我要给这位沈姑娘和这位……哦哦，我叫小来，大小的小，来去的来。啊，小来镖师，二位接风洗尘。是，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不用麻烦了，晚上我们还要巡夜呢。嗯，巡夜就不吃饭了。嗯。我听仆人们说这小院子里闹鬼啊。闹你个大头鬼。哎，我说叫你去祭铃铛，你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让我祭这些铃铛管什么用啊？刘宅这么大，就凭咱们两个茶叶能查得过来吗？现在我们有了这些铃铛，就好像有人替咱们守着，只要有人碰它，不管院子里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。师姐，你这又干什么呀？贼人来了可以留下脚印啊。哎，这招你在哪儿学的呀？师父教我的呗。老爷怎么没教过我呀？老爷怎么没教你啊？是你自己没听，记吃不记打。慢点儿，别摔着。哎呦，沈姑娘，这是我儿子灵儿，老太太每天像看命根子似的看着他。来来，坐啊，坐。啊，这是我内人。少夫人您好，原来是沈姑娘，我们已经见过了。哦，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刚才在花园里。你不是对我已经审视了很久吗？哦，我刚才看见少夫人正忙着，所以没敢打扰，让沈姑娘见笑了。我刚才是在做一些调酒用的食材。调酒食材？是啊，沈姑娘，内人调酒的技法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呀。改天让她调一杯给你品尝一番。行了，别在沈姑娘面前吹嘘了。哎，夫人，
你就不必谦虚了啊！想吃什么？沈姑娘，奶奶给你。今天这顿饭是特地为你接风洗尘的，你尽管随意好了。来啊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！吃，来来来，吃饭，来来吃饭，吃一点。来，来慢点，灵儿，吃吧，别扎着啊！吃鱼肉啊，聪明，嗯，多吃点啊，娘。来，你尝尝这个，我特意吩咐他们炖得烂一点。嗯，让灵儿多吃吧，啊，身体长得结结实实的，赶快给咱们刘家掌门立户。来，奶奶给你加点好吃。丫头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爹就盼着您长大呢。想吃什么？哎，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长大了一定比男孩子还能干呢。傻丫头，好孩子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帮小气鬼，有好吃的不给我吃。哎呦，杜总管，你吓死我！你找什么？我来找盐，给我做的菜太淡了，你家做菜都不放盐的。是这样啊，缺什么，你就吩咐下人来拿就行了。这段时间宅子里不安生，晚上别随便走动啊。切，我是镖师，我怕谁？哈哈哈哈，我的灵儿。少爷啊，刘员外，你是在喝药吗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什么，他就是脾胃不和，需要调理，这是他们刘家的老毛病了。我给他找了个有名的郎中，开了副汤药，好好调养调养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输了。哦，灵儿怎么了？那个夜里来找我玩的叔叔又来了。灵儿，你说的那个叔叔是谁啊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爹爹会骂我的。灵儿，灵儿，你是不是又在胡说了？大鹏，别这样吓着孩子。灵儿，走，跟娘睡觉去。大鹏啊，你让沈姑娘上外面看看去，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呢。娘，是他在胡闹骗人呢。我知道那个叔叔真的又来了，他就在附近。吓死我了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能不来吗？我听到铃铛响，我二话没说，拔着棍子我就过来了。没白带你来。那是，谁让我是天下镖局的呢？再说了，我能给老爷少爷丢脸吗？哼！啊，怎么去？我查探查探。哎呦，姑奶奶，里面闹鬼怎么办呢？我怕什么？我不怕，我天下镖局的。师姐。什么？为了天下镖局的名义，我决定先进去。好啊，你先进。你到底进不进啊？等等等等等等！哎呀！
别叫了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进去。是谁派你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没谁派我，我就是想来偷点东西。偷东西？你还用得着装神弄鬼的吗？我都说了，我真是来偷东西的。小来，把罐子打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是胡姐。刘员外，您库房里有什么东西怕腐蚀的吗？哦，前几天我刚进了一批上等的杭绸。偷东西你还带活检？我看你是不吃点苦头，你就不老实是吧？小来，让他尝尝咱们家的碎骨寸金法。好嘞。偷东西是吧？一呀，不要。我说是佟胜和仇断章钱掌柜雇的我，他让我在刘府的货里做点手脚，另外想办法在宅子里闹腾闹腾，收拾一下刘家。那今天白天掉下来的那块门匾也是你搞的鬼吧？是，刘员外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干这事儿的。我们刘家做事一向是以德报怨，这次就饶了您，希望您以后好自为之，不要再做昧良心的事情，去吧。谢谢员外，谢谢。刘员外，您真是宽宏大量啊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，我说不是在闹鬼吧，其实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哦，明天我要出趟远门了，还要劳烦二位镖头多多费心呢。刘员外，有我和小来在，您就放心吧。贵府的宝卷包在我身上，那就拜托二位了。老杜，好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是。哎，师姐，这下好了，可以安上了。不对，我总是觉得这宅子里还是有点古怪。啊，还有古怪？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，此水几时休？此恨何时急？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啊，沈姑娘，少夫人，刘员外前脚刚走，你就想他了？哦，哪里，让姑娘见笑了。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要亲自煲汤啊？这不是煲汤，这是煮酒。煮酒？以前我听爹爹说过青梅煮酒，没想到第一次见识啊。这是隔水煮酒的古法，条件粗简一些，不过这种煮法效果还是一样的。嗯，这酒香味好特别呀，你品酌一杯。好酒，这酒不但有花香，好像还有青梅的果香。不错，这酒就叫百花青梅酒。百花青梅酒。嗯，这调酒的技法是家父传授给我的，他是将岐黄之术融入茶酒之道，再将青梅、佛手、金桔、桂花，还加了一些茵陈以及研磨捣碎的花泥作为食材，再配以多种中草药泡制而成的。哎呀，没想到我手中的这杯酒竟然有这么大的奥妙。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泪月倾王侯。你这是李太白的《忆醉游》。啊，是啊。九转灵丹哪胜酒，五音清月未如诗。你这是杜狗鹤的《白发吟》。正是，自古诗酒不分家嘛。来，沈姑娘，我们干一杯。好，干一杯。
灵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奶奶，这谁教你画的？老夫人，不是我，我是从来不画画的，我就叫小少爷练字儿啊。他就是这么练字的吗？啊！老夫人息怒。闭嘴！小少爷，快跟老夫人认个错，说你下回不敢了。我喜欢画画，有什么错？真把他给惯坏了。翡翠，去家法来。母亲，出什么事了？娘，瞧瞧，瞧瞧你儿子干的好事。你不好好念书，画这些做什么？老夫人，小少爷虽然调皮了一些，可他画画的天赋还真不错。沈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刘家虽说是衣食无忧吧，可是祖宗三代就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。我本想指望灵儿能够好好读书，将来替刘家光宗耀祖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吗？没想到他这么顽劣，把心思都花在这些不入流的东西身上了。母亲息怒，小孩子年幼无知，我一定会严加管教，就请您饶了他这一次吧。老夫人，您消消气儿，灵儿她只是一时贪玩，毕竟她还很小，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，她再也不敢了，是不是灵儿？奶奶，别生气。今天看在沈姑娘的份上，家法免了，但是灵儿今天晚上不许吃饭。母亲，哼。哎，灵儿呢？老夫人，您不是不让小少爷吃饭了吗？哦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今天真是气死我了。哎呀，老杜啊，把这个给小少爷送去，别饿着孩子。是。吓死我了，今天多亏有你在呀。老夫人，您别害怕，没事儿，那不是血，是有人把鼻烟换成了红色的颜料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这两天辛苦你了，看看都累瘦了。翡翠呀，去熬碗参汤给沈姑娘补补。老夫人，你就别费心了，你看那么一大家子的事儿都得您管着。哎，你就别见外了，我知道你平时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。如果你不介意，就把我们刘家当成是你自己的家好吗？老夫人，我又跟你唠叨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老夫人，还是让沈姑娘多陪咱们一会儿吧。谁？伤痛怨，爱恨仇。别怕。神弄鬼的，我知道你是人，否则铃铛是不会响的。出来吧！你干嘛要苦苦的追我？你干嘛老是吓唬老人和孩子？那是一次警告。你说什么？下次谁要是再敢欺负灵儿，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。
怎么是你啊？我来保护你啊。哎，师姐，这是什么？身法真快，就像个鬼影子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好好睡吧。嗯。师姐，师姐，干嘛呀？突然想起件事儿，来找你。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快说！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咱们家少爷心里挺在意你的。切，胡说！你怎么知道他在意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难看？河灯啊，少爷亲手扎的。为了这盏河灯，他那天晚上都没睡觉。其实少爷那天挺想陪你去放河灯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还有假呀？什么呀？扎得这么难看？我才不稀罕呢。哼，不稀罕，不稀罕你扔啊，舍得吗你？哎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看好了。嗯，你真扔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还啰嗦什么？还不赶紧巡查去。哦，哎，我明明扔在这儿了，哪儿去了？沈姑娘，啊，找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沈姑娘，你看灵儿自由自在的，多开心呢。男孩子就该这样，淘气点，怕什么？少夫人，你也别怪老夫人，她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。小的时候，我比灵儿还淘气呢，特别贪玩，没少惹我爹生气。可现在，我后悔，都来不及了。沈姑娘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，没有。像你这般年纪，应该不会没有心上人吧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少夫人，你刚才说这句话怎么讲啊？飞燕姐姐啊，看我这个好不好玩？哎呀，真好玩。你灵儿把这个送给姐姐好不好？好。灵儿真乖，我让那个夜里找我玩的叔叔再送我一个。灵儿，你说的晚上那个叔叔是谁啊？沈姑娘，这孩子又在瞎说了。你每天晚上都跟我睡，哪有什么叔叔来找你啊？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没有瞎说。
谁？为什么要在夜里骚扰灵儿？这冤魂的事情你不该管。我是护院镖师，你惹事我就是要管。还记得你捡到的那块梅花金吗？我就是那上面的梅花，其实是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信。你可以回去看看那块方巾上的梅花。你少跟我装神弄鬼的，你这样骚扰一个善良人家安的是什么心啊？我就是被这个善良人家害死的冤魂，我的冤仇不解就无法投胎转世，我会一直缠着他们家。哼，你少来这套，我看你就是个邪恶之徒。你是不是看不得人家和和美美的过好日子？和和美美。我不管你是人是鬼，只要你再敢来闹事，我一定把你给救出来。是我把他带到刘府了，哼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不让我管，我非管给你看。哎，梅娘，意外。断桥边，寂寞开无处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祝风和雨。燕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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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吗？燕青，你在哪儿啊？是你吗？你竟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肯出来见见我？我求求你，出来见见我，眼睛，眼睛，你在哪儿？我看他是为情所困。少夫人，我就感觉你心思不对，原来私通情书。原来还有同伙。那封信里说什么了？小声点儿。就是一封情书，里面写了好多诗，什么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哎呦，真酸呐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这首词啊叫做卜算子的咏梅，好像这词是写给一个叫严青的人的。啊，师姐，严青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个人一定和少夫人很难见面。嗯，哎，这样，这两天你帮我盯着老杜，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这件事情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别乱说。沈姑娘，
少夫人，我听说您有些不舒服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什么，只是昨夜受了些风寒。昨夜外面风风雨雨的，您怎么还在外面跑啊？是灵儿，灵儿饿了，吵着闹着要吃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以后遇到这样的事，您吩咐我一声，免得您着凉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这些花泥不是可以调酒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喜欢闻它的香味儿。或许这些花泥可以做颜料。是吗？哦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对了，沈姑娘，这有一样东西可能是你的。哦，少夫人，这东西怎么在您这儿啊？前段时间我给弄丢了，找了好久呢。我在花园里捡到的。哎，这花灯怎么变得漂亮了许多啊？哦，我看它破了，所以帮你补了补。啊，谢谢少夫人，您的手真巧。沈姑娘，这花灯是你心上人送你的吧？嗯，就算是吧。要是遇上对你真心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这个世上最珍贵也最难琢磨的，就是一个情字。那少夫人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特别讨厌，可是他不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。那你说他到底是讨厌还是不讨厌呀？你说的这个男人就是送你河灯的那个人吧？嗯。有些人把情放在嘴上，有些人把情放在心上，有些情可以风花雪月，却不能长相厮守。有些情山水阻隔，却能一生一世。谢谢你啊，少夫人。谢我做什么？以后你经历多了，自然也就明白了。少夫人，前段时间他们送了我块丝巾，上面有首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助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梅娘，你就像这画中的梅花。莫非我也要零落成泥碾作尘吗？乱说，怎么说那么不吉利的话？好了，等我以后把梅花绣好了，让你天天带在身边。梅娘，我们自幼青梅竹马，却不能长相厮守。殷勤，我们之间的情谊就像这百花青梅酒，甘甜芬芳，醇香百年。嗯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少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有心事啊？没有。沈姑娘，不如这颗绣金先放我这儿，有时间我帮你补一下。啊。刘员外，让你久等了。嗯，
货带来了吗？嗯。这个火枪很厉害的，你用它的时候可要小心呢。师姐，师姐，怎么了？有回信了。倒没写什么，竟是些安慰的话。哦，对了，老杜这两天有没有去过那儿？这两天他没有离开过刘府啊。你是不是又偷懒没盯住啊？老天作证，我连眼都没眨的盯着那家伙，连他上茅房我都跟着去了。那就奇怪了，老杜怎么没出刘府就拿到了回信？再说了，这信纸是徽州最好的宣纸，这不是一般人家能够用得起的。我就说那个刘氏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瞎说什么啊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可他是有夫之妇啊。所以这事儿就难办了。师姐没人。要耍什么花样？你真不应该做镖师，你应该做捕头。你的好奇心太强了。遇到你这样的冤鬼，我不好奇都不行。说吧，你约我来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请你喝酒。真是鬼说鬼话了，你一个孤魂野鬼还要喝酒？我在天地间飘摇，唯有以酒消愁。你到底有什么愁心的事儿？说给我听听。我没有什么愁心事儿，而是有愁心酒，你敢喝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我还没有怕过谁。哼，有性格。这是百花青梅酒。哦，你也知道这种酒？我不但知道这酒，我还知道你有什么愁心事。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一切了吗？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。不关我家里人的事。奇怪，他不是去保定府做生意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告诉你，我只想了断一桩心愿。到了八月初二这一天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为什么要到八月初二这一天？你说呀，你还在吗？
对不对呀？老夫人说的是啊。给老夫人请安。哎呦，你们俩来了，正好我跟老杜聊天呢，你们俩来了热闹。老夫人，您今天的气色可真好，杜总管跟您说了什么您那么开心呀？我们就是聊聊家常，我老早就把老杜当成我们自己家人了。是啊，夫人待我恩重如山，夫人让我做什么那都是应该的。哎，杜总管，刘员外出去有一段时间了，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估计东家已经离开了保定府，这两天也就该回来了。给母亲大人请安。瞧瞧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母亲，哎呦，这回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孩儿是想念母亲了，所以一办完事就急着赶回来了。哦，我还带来了一些保定府的特产回来。沈姑娘和小来表示也有份儿。还有保定府的特产。一点小意思，我每次去外地都习惯于带一些当地特产回来。爹爹。儿子。爹爹。来，想爹爹没有啊？想啊。灵儿快下来，你爹爹赶路回来很累的。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夫人，这几天你还好吧？完了完了，这家人都鬼上身了。什么鬼上身了？我看他们都是心里有鬼。师姐，你为什么不先揭穿刘大鹏呢？你猪脑子吧，这叫欲擒故纵。欲擒故纵。哦，师姐，还是你最聪明。我看现在是老杜身上的疑点最多，他一直在蒙蔽着老夫人。哎。治阳虚的药，而且药力很猛啊。治阳虚的，不是调理脾胃的。我是不会看错的。老爷子，你再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药材啊？少见，少见呐。这是什么药材？您说呀。此药名叫火龙根，是产自天竺国的药材，专治不育之症。看来你家主人为了延续香火，真是不顾一切呀。不顾一切，这不顾一切是什么意思啊？小伙子，你一定要叫你们家主人悠着点儿。这火龙根药性虽佳，但属虎狼之药，常服便会折寿啊，一定要让你们家主人慎用。你是说刘大鹏服的是治疗不育的药？对，而且是药性猛烈的虎狼之药。我想一定是老杜被奸夫淫妇给买通了，给刘大鹏治疗不育的机会，想慢慢把主子毒死，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，查不出任何问题。如果刘大鹏不能生育，那灵儿又是谁的孩子呢？可怜老夫人那么疼灵儿，她一定也被蒙在鼓里面。翠儿。少爷，是您啊，吓死我了。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啊？老夫人的鼻烟壶不见了，我去大厅找找。哦，正好我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回头呢你跟老夫人禀报一声，我就不过去打扰他老人家了。嗯。
让开！燕青，燕青，你在哪儿呢？是你吗？谁？谁干的？有胆量的站出来！乱子大了，还是早点搬救兵吧。哎呀，师姐，你吓死我了！鸽子都飞走了，箭还没绑上呢。哎呀，你别管他了。我问你，让你去查陆延青的底细，你查清楚了没有？查清楚了。我正要跟你说呢，这个陆延青原来就是刘宅里的画匠，他七年前就死了。什么？是怎么死的？烧死的。听说，是陆家失了一场大火，他们陆家上下十多口人，一个都没跑出来。烧得不成样子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这个院子里冤气这么重。哎，不过不对啊，陆延青既然死了，那刘氏在给谁写信呢？那老杜送的回信又是谁写的呢？哎呀，师姐，咱们少管闲事吧，咱标行护院的规矩莫管雇主家的事儿啊。我看这可不只是家事。哎呀，师姐，你听我说啊！哎，师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省省心吧。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这少爷非饶不了我呀！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你看，是花泥。小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八月初二，我只想了断一桩心愿，到了八月初二这一天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糟了，老夫人啊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。翡翠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孩子，这就咱们娘儿俩了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那我说了，您可千万别害怕。嗯，宅子可能今晚有危险。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保护您全家人的安全。那出什么事了？那事到如今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好，你说。七年前，是不是有一个叫陆延青的画匠？啊，你们家儿媳妇可能和他有奸情啊？哎，这话你可不能随便瞎说呀！老夫人，您别激动，您一定要相信我。而且我怀疑灵儿可能不是您的亲生孙子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！老夫人，真的有此事，而且您的儿子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奸情。老夫人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查清楚了，就在今天晚上就有人会来寻仇。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夫人，翡翠，快来啊，快来！这是怎么了？老夫人，你别吓我。老夫人，我把他扶到床上去。老夫人怎么了？老夫人是怎么了？他是急火攻心，没事的。我刚熬好一碗参汤，管不管用啊？可能不管用。那这样，你赶紧去找郎中，这里有我照顾老夫人。嗯。
老夫人。哎，您起床了。刚才呀，一听到你说那件事急火攻心，就昏过去了。你看看我们家，儿子不像儿子，媳妇不像媳妇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你为我们家操碎了心。来，孩子，把这碗参汤喝了吧。啊，哦，我不喝。喝吧。不喝。来，趁着还没凉，喝了吧。我真的不喝。很补身子的。我不喝。来，好孩子，来，来喝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个白衣人架着他跑进祠堂里。啊。亲，您先别急。你怎么看孩子的？孩子找不着我拿你试问。不好，快走！不用找了，你们找到灵儿了。你是谁？陆延青，你少装神弄鬼，你想干什么？延青，你是延青？我不是陆延青，我只是他一个朋友。今天特地来祭你。你把灵儿弄到哪儿去了啊？灵儿现在很好，可是你们永远都不能见到她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人还没到齐呢，我暂时还不想怎么样。趁这会儿的光景，我正好把这个死去的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听。我认识陆延青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穷书生，除了画画之外，他什么也不会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碰到了一个比他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。他遇到了什么？一个女孩，叫梅娘。燕青，你是燕青。天有不测风云。梅娘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因为要帮家人还债，只有被迫嫁入了刘府。为了能见到梅娘，陆延青投身为奴，进入刘府，做了一个寄人篱下的画匠。他们终于安结连理，水到渠成。后来，梅娘怀孕了，陆延青带着梅娘私奔。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！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求求你放过他吧！他现在已经有了孩子，这可是两条人命啊！老夫人，阿金，哼哼。你们办的好事，想让我们刘家丢脸是吧？老杜，我是心甘情愿跟他的，你把我们俩一块处死吧。哼，虽然你大逆不道，但你毕竟是我们家的少奶奶，看在你年幼无知，我不是不可以宽容你，但是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放过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阿青，孩子可以生下来，但是得归我们刘家所有，而且这件事不能声张，如果传出去可别怪我翻脸。你们俩今后永世不得相见。一派胡言！灵儿是我的儿子。你的儿子？我告诉你吧，这些年来你吃的汤药都是在治你的不育之症。你胡说，那药分明是调理脾胃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可以作证。刘员外，我已经拿药渣问过郎中了，这个药方子就是治疗不育的虎狼之药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这是我们刘家的私事，不关你们外人的事。老夫人，
这是事关刘府安危的大事啊。那好，从现在起你们就不是刘家的护院了。老杜，把他们的镖退了。慢着，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？母亲，你早就知道我不能生育了是吗？你一直在给我服虎狼之药，难道连我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谁让你婚前在外面胡混的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为了让你们家能延续香火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思？难道你就故意看着他们俩？对，借种。为了你们刘家能够不断香火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从16岁我嫁到你们刘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这座大宅子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，它是属于刘家的列祖列宗的。刘家有你这么一个不孝子孙，也算是家门不幸啊。母亲，你是对的，孩儿知道错了，都是孩儿不孝，让您老这么大年纪还为了刘家的香火殚精竭虑，我是能明白您的一番苦心的。儿子，好一个孝顺的儿子。老夫人，你做的未免也太绝了吧。你事先安排借种，事后又告诉你的儿子陆延庆他们是奸夫淫妇，怂恿他去杀人。不错，是我杀的人，是我放的火。当然是鬼。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8月初2，就是陆家老少的忌日。今天我要替他们讨回血债。是火油。我已经警告你很多次了，可是你还是要来陪他们殉葬。陆延庆，你不要胡来，你真的想玉石俱焚吗？不错，血债必须血来还。7年来我远走他乡求师修炼，就是为了今天。现在我的心里充满了仇恨。不对，你骗不了我，在你的心里有别的东西。虽然你把它藏得很深，但我还是知道你依旧牵挂着一个人。够了，陆延庆已经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了。不，延庆，你没有死，我听得出你的声音。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想念我？你每天锦衣玉食，怎么会想起个穷书生？这些年来，你不是一直心安理得的在刘府做你的少夫人吗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了？我早就看透了这个人鬼颠倒的世界。不对，你误会他了。梅娘之所以留在刘府，都是为了保全你和灵儿，才忍辱偷生。他真的不知道你们全家遇害的事情。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一定是老夫人答应定期替梅娘把书信传给你，就是老夫人以你的名义伪造了回信。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哦，对了，我有一封梅娘写给你的信，你拿去看看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助风和雨。我以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云清，你还记得这块方巾吗？
梅娘。燕青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。不，燕青，我求求你，让我看看你。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愿意和你厮守终生。陆延青，陆延青，你去死吧！梅娘，梅娘！梅娘，梅娘，梅娘，梅娘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么的爱他，我宁愿为他去死，可他却愿意为你去死。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来了断这一切。陆延青，你受伤了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，谢谢。梅娘，你等着我。
我这都是为了刘家呀，儿子。燕青，梅娘。局吗？啊！敢跟雇主动手！你现在已经退标了，我现在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梅娘，梅娘，梅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来飞鸽传书的时候没绑信啊？还用看什么信啊？我看到鸽子就知道你又捅娄子了，所以立刻赶过来了。那你知道你来晚了吗？哎，我真希望天下有情人都终成眷属，这样的事情不要再重演了。都是为了刘家。奶奶吃桃。切！别说话。有鬼！没想到好好的一个大户人家竟然落得家破人亡，咱这趟镖算是栽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栽了？哼，这次来护院被人家提前退了镖，镖银也没有收到，那还不算栽啊？镖银我虽然是没收到，但是我觉得我保护的是以侠义为本的镖德。是啊，少爷，要是老爷知道了肯定会夸我们的。好吧，那就当我没说过。哎，当你没说过就行了。不行，谁让你刚才瞎说的，我要惩罚你。啊，罚我？怎么罚？我想让你写首词。什么？写什么词啊？还得是写那种日日思妹不见妹的酸词儿啊。小兰，不会吧？你不如杀了我算了。哎哎哎，你到底写不写啊？